们是不是应该找回一些生活之外的陌生感？导航偏移，偶遇计划之外的路径。睡过了头，被巴士载去陌生之地。但这些意外都是一种获得。再往前走一走，藏在硕大叶片背后的是延绵的丛林秘境。再多坐一站，抬头看，是烈焰般的落日余晖。像旅行一样生活，拥抱陌生，积极探索，每一次的遇见都是收获。像旅行一样生活吧，收获岁月和山河，凭着一份坦然自若的勇气出发，继续生活的行路，全力以赴。